休息回來再見。互動新聞台關注政局，全面報導政制事務資訊。立法會直播室由記者駐紮立法會直播室，直擊會議情況，緊貼議程發展，邀請立法會議員進行訪談，聽取不同界別代表意見，更加中立，更加全面。市民最驚就空頭支票，佢有個規定，有個程序，即係佢一定要面對公眾咯。係錯嘅，唔到又啱嘅嘢啦。互動新聞台立法會直播室，星期三立法會大會時段內播出。横跨欧亚的城市，每座神祠大有故事。中环几百公里神秘图案有咩玄机？贯穿高山平原，中华历史连绵不断。我方依期同你细尝个中故事，全新一辑世界文化遗产，星期六下午三点半，高清翡翠台。今晚十一点，你会做啲乜嘢？No, like music.